第一天住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说，那是民宿老板说就是不能进去了，他还故意用什么封胶把那封起来，然后绝对不要去碰什么的。然后我们就笨笨的当真了，我觉得我们以后隐形面要重一点。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天变成一个活生生鬼屋。啊，太大音乐，太大声，哎，这样会很紧张，可怕，我现在超怕的。哎呀，好可怕，我。应该不会到太恐怖了，毕竟我们在这边已经住一天了。但是我错了。开心吗？开心，其实蛮好玩的。太难了，蛮好玩的，其实很好笑。他中间一度踩我裙子，我直接直落在沙发。下一个关卡。还有。哇哦。Wow. 完美的旅程勇气关卡，勇气女孩们，你们将抽签分为三人组、两人组、三人组，分别至四楼的封闭房间进行试乘大会，请加油。我真的会，我真的单人不行啊！我觉得我可以单人，我也可以单人，我不行。我会拿这个，因为我们打我都抢到东西哦。我觉得我这样我已经没什么好怕了。我是反派中的反派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还蛮紧张的，因为试胆感觉就是也不知道你们会蹦出什么东西，所以还蛮紧张。而且加上我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，所以要去试胆就觉得哇天哪！偶然之灵小，谈笑无关系。好，偶然之灵小，谈笑无关系。我先提交我们的设定。好，终岁国好道，晚家南山垂。新来美都往，盛世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少，谈笑无关起。呀，谢谢。过关，我们过关，我们过关了。看一下我们那么多次了，来，我们成功。超可怕的。我刚跳。哎，这样外面这样子晚上这样看，如果关灯的话。